裙子完全提不起来速。完了完了，没想到我一病一逝竟然会死到这种地方。嗯，是你救了我。爷爷说的没错，你心中确实不坏。我好感动啊。你最好别动，掉下去可就变成妖兽的口粮了。喂，快看，那里边是广阳县了。到了有什么用啊，这么高摔下去还不得死啊。胆子真小，在你找到玻璃妖魄的法子前，我是舍不得你死的。是吗？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。姑娘果然是被我的英勇给迷住了吧。啊，是啊，接下来该是你展现英勇的时刻了。上来是我背你，下去该轮到你背我了吧。喂喂，别玩了，会死人的。啊，出县城往东北方走，穿过森林和碎石渊就是江潮了。那片区域至今还通着冥界，在持续散发冥气。那些未被妖魄融合而死去的县民受到冥气侵染，化为江，聚集此处才形成的江潮。只要将冥界通道封闭，就能阻断冥气的传入，将就会恢复成尸。说不定我们体内的妖魄也会受到影响，从而更容易剥离。具体怎么做就不用我多说了吧。此事本应正到门而起，驱散冥气也是责无旁贷，就怕这一耽搁，小事会。小爽，你不用太担心，小事有童子和正在的照顾，晚两天拿到零食应该没太大问题。嗯，幸好有你，不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能为你分忧，我也开心。聂云，小爽。前面就是碎石院，你也在呢。县长，我们这些年不知派了多少人去江潮，都以失败告终，你觉得他一个小道士能行吗？为了妖县执事不外泄，请的都不是一流的道宗，所以才一直失败。若请一流道宗，虽能进入江潮封闭冥界通道，但那些名门正派怎会为我们这些妖将办事？恐怕没等通道封闭，我们就先被杀了吧。想想百年前，正道门是怎么对付尸妖的？这就是你们口中箭步距离轻松跳过的碎石渊吗？这碎石间的距离，起码有五丈远啊！而且石原深不见底，失足落下恐怕是饿死而不是摔死。确实是箭步距离，只是你们就这水平，看来县长选错人了呀。哇，激将法哎，好拙劣啊。不过对我很有效，因为今天我非过去不可。平根，我要怎么做才能跳得更远？这还不简单，只需要将力量汇聚双脚，然后正常跳跃即可。娘，娘娘娘娘，加速！我靠，这也太夸张了吧！哎，好像有点用力过猛。人呢？好像上天了。嗯，落下来了。喂，别做傻事，这悬崖可是深不见底的。啊，死定了，进入江潮再次失败。哎，早点回家洗洗睡吧。没事吧？我很好。
念云。小爽，老子有事，堂堂人魂附在牲畜体内就算了，还得硬听你俩秀恩爱，完全不管人家受得了受不了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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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法加油，拖着这俩兔鸟的体力和我的灵力在急速消耗。好近了，虽然很狼狈，但总算是过来了。我说，既然你这么能，为什么不自己处理啊？且不说我们不会道术，不懂封闭冥界道口之法，就算会也无法通过这江潮。看吧，活跃在这附近的江都是我们生前的亲人，驱赶冥气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入土为安，可强行突破重围，让他们缺胳膊少腿还怎么入土为安呢？这还不简单，用定阵符定住就好了。两破，原始上针，双截二旋，就定元神，左屈七身，令我神明与心长存。嘿嘿，搞定收工，镇师傅还有剩余。哇，小手好厉害！开玩笑，连不化骨我都能收编，何况这些普通的小将？果然，跟我们请来的那些三流道士用的一个招式。你说什么？如果时间没记错，接下来出现的就是让我们对踏足江潮感到无望的江。他们速度极快，不像普通的江行动迟缓，他们力大无比，能知会多，与其说是江，更像是修炼有素的勇士。哎，话还没说完呢，你走什么？我想你跟他们更熟悉，就不多做解释了。小爽，你身后什么？他们是当年为了施展鬼母封印而被夺去阳寿的老天师们。难怪书中没有记载天师们的安葬地，原来是被鬼母夺去阳寿后又被冥气侵染变成了江，道体化江，凶吉异常，而且又是自家先人的遗体，不可损坏，这仗真的好打呀。在群江身后有个造型怪异的山包，冥气似乎是从那里散发出来的，看这外形应该是当年鬼母封印所留下的遗迹，冥气通过它才传送到人间的。那么，只要将其损坏，就能阻断与冥界的联系，从而消除冥气。虽然很无理，但是为了无数县民、天师们的安详入土，我小爽只有得罪了。我看你身手也不差，怎么不去帮忙啊？你刚才也看到了，这些将根本不是小爽的对手，何况经历更多战斗，才有助云游的恢复。哦，有件事忘记告诉你们。嗯，或许是他们生前修炼道术的原因，肉体对道家法术产生了抗体，所以镇师符定不住他们。这也是即便我们请道师助阵，也止步于此的原因。什么？